未收，字伯起，小字佛著，巨鹿下曲阳人也。曾祖基，祖韶，父子建，字敬忠，赠仪同，定州刺史，收年十五，颇以蜀文，即随父赴边，好习骑射，欲以武艺自达。荥阳郑伯条之曰：“为郎弄己多少？”收蚕，遂折节读书。下月坐板床，随树荫讽诵。积年，板床为之锐减，而经历不辍，以文华显。初除太学博士，及尔朱荣于河阴滥害朝事，收亦在为中，以日宴豁免。吏部尚书李神俊重收才学，奏授司徒记事参军。永安三年，除北主客郎中，解闵帝，吏庙检进士，赵氏收为封禅书，收下笔便就，不立稿草，文将千言，所改无几。时黄门郎贾思同势力，深其之，白帝曰：“虽妻不知才，吾已过此。”迁散其侍郎，寻赤典起居住，并修国史，兼中书侍郎。时年二十六，孝武初，又诏收摄本职，文告田基，世贤称旨。黄门郎崔灵从其神武入朝，勋擢于世，收出不义门，临为帝登作赦，云振托体孝文，收吃其律职。正元郎李慎以告之，灵身奋计，时节闵帝卒，令收为诏。灵乃宣言，收普太师，出入帷幄，一日造诏，忧为此旨。然则一齐之事尽为逆人，又收父老，何解官归事？南台江家弹劾，赖尚书心雄为言于中尉齐郡，乃解。收有见生弟众同，先为耻辱，因此不惧，上级遣还乡服侍。孝武常大发士卒，授于松少之南巡有六日，时天寒，朝野皆怨，帝与从官及诸非主，其计议事，多非礼度。收欲言则惧，欲莫不能已，乃上南受父以讽焉。时年二十七，虽复言淫逆，而终归雅正。帝手诏报焉，甚见褒美。郑伯谓曰：“卿不欲老夫，犹应。”逐兔出，神武故让天柱大将军，为帝敕收为诏，令遂所请，欲加相国，问品质，收以实对。帝遂止，收既未测主相之意，以前事不安，求解。诏许焉，久之，除弟兄子广平王赞开府从事中郎，收不敢辞。乃为廷逐父以至己意，寻兼中书舍人，与季因温子生、河间行子才齐遇，谥号三才。时孝武猜忌神武，内有间隙，收遂以疾故辞而免。其舅崔孝分怪而问之，收曰：“具有晋阳之甲，寻而神武难上。”帝悉入关，收兼通直散其常事，父王新、史良、新风流闻变，收辞早复议。良主及其群臣贤家敬意，先是南北出合，李协、卢元明首通使命，二人才气，并为邻国所重。至此，良主称曰：“卢、李宁氏、王、魏忠兴。”未知后来复何如耳？收在馆，遂卖无币入馆，其部下有卖币者，收亦换取，便行监会。梁朝馆司皆为之获罪，人称其才而比其行，在途作聘游赋。
慈甚伟盛，始还尚书右仆射高隆之求难惑于心，收不能如志，遂讽御史中尉高仲逆进止心，收于其台，久之得势，及孙谦死，司马自如见收，召赴晋阳，以为中外府主簿，以授指乖武，平被贤责，加以垂楚，久不得志，会司马自如奉使罢朝，收假其余光。子如因宴戏言于神武曰：“未收天子中书郎，一国大才，愿大王借以颜色，由此转府署，然未甚忧礼。”收从书记警，有才学，历官著名，并在收前，然收长期乎？记警收出复兵，顿丘李树者，故大司农协之子也。以华便见称，曾谓收曰：“罢朝便有二位。”收虑耳曰：“以从书见彼，便是耶稣之比亲。耶稣者，故尚书令陈留公季伯之子也。愚痴有名，好自入世寺，高价买物，商贾共所吃完。收乎季景，故方知不逊吏多如此。收本以文才，必望引托见之，未计不遂，求修国史。崔敬为言于文襄曰：“国史事重，公家父子霸王功业，皆须俱在，非收不可。”文襄起收兼散其常事，修国史。武定二年，除正常事，领兼中书侍郎，仍修史。魏帝宴百僚，问何故名人日，皆莫能知。收对曰：“晋议郎董勋答问礼俗云，正月一日为鸡，二日为狗，三日为猪，四日为羊，五日为牛，六日为马，七日为人，时行少亦在侧，甚女焉，自谓良和好，书下指美极，想比境内宁静，此率土安和，良后史，其书乃云笔字，自称由著此，欲是无外之意。”收定报书云：“想境内清晏，今万国安和，良人复书，一以为体。后神武入朝，晋帝受相国，故让令收为启，启程呈上。”文襄识侍侧，神武指收曰：“此人当复位崔光。”四年，神武于西门报辞宴集，谓司马自如曰：“未收为史官，书武等善恶，文北伐时，朱贵常享史官饮食，司马仆射颇曾享布，因共大笑。”仍未收曰：“卿勿见元康等在吾目下驱走，为吾以为勤劳，我后世身名在卿手，勿为我不知。”寻家兼著作郎，收息在洛京，轻薄尤甚，人号云未收金甲蝶。文襄曾游东山，令几世黄门侍郎号等宴，文襄曰：“未收是才无一事，须出其短，往复数番。”收乎大唱曰：“杨尊宴礼屈已倒。”因从容曰：“我绰有余暇，山立不动，若欲当涂，恐翩翩碎事。当涂者魏，翩翩者蛱蝶也。”文襄先知之，大笑称善。文襄又曰：“项羽尤威，宜更指斥。”因应声曰：“未收在兵作一篇诗，对众读气，云打从书记井出600斛米，亦不便此，远近所知，非敢妄语。”文襄喜曰：“我亦先闻。”众人皆笑。收虽自身血，不复抗拒，终身病之。侯景盼入梁，
寇南境，闻香食在晋阳，令收为袭五十余纸，不日而就。又袭梁朝，令送侯景，初夜执笔，三更便成，闻过七纸，闻香善之。魏帝曾祭丘大赦，普令赋诗，收诗墨云：尺书征建业，折简诏，长安。闻香壮之，故诸人曰：在朝今有未收，便是国之光彩。雅俗文墨，通达纵横，我一时子才，子生时有所作，至于瓷器，并不及之，吾或亦有所怀，望而不语，语而不尽，亦有未及。收成草皆以周西，此亦难有。又斥监主客郎，皆粮使谢挺、徐陵、侯景既献粮，梁鄱阳王范实为河州刺史，闻香赤收以书谕之。范德书仍率部五溪上，刺史崔胜念入据其城。闻香未收曰：今定益州，卿有其力，犹恨尺书征建业未效耳。闻香崩，闻宣如晋阳，令与黄门郎崔继书、高德正、吏部郎中魏景于北地长机密，转秘书监兼著作郎，又除定州大中正，时其将受禅，杨因奏收置之别馆，令撰禅代诏册诸文，遣徐之才守门不听出。天宝元年，除中书令，仍兼著作郎，封富平县子。二年，诏撰魏使。四年，除魏隐，故忧以戮吏，专在史阁，不知郡事。初，帝令群臣各言耳志，收曰：臣愿得执笔东关，早成魏书，故帝使收专其任。又召平原王高龙之总监之，署名而已。帝敕收曰：好执笔，我终不做魏太武诸史官。使魏出邓彦海传代记十余卷，其后崔浩典史、尤雅、高允、程俊、李彪、崔光、李衍之徒是修其业，号为编年体。标史分作记、表、志、传。书由未出，宣五十，命行鸾追撰孝文起居注。书至太和十四年，又命崔弘、王尊业补序焉。下弃孝明，事甚委惜，既因王辉业撰变宗室录三十卷。收于是与通直常侍房延佑、司空司马新元直、国子博士刁柔、裴昂之、尚书郎高孝干专总斟酌，已成魏书，便定名称，随调真举，又搜采王仪，赘叙后世，备一代史籍，表而上闻之，乐成一代大典，凡十二纪、九十二列传，合一百一十卷。五年三月奏上之，秋，除凉州刺史，收以至魏城，奏请中夜，许之。十一月，复奏时至，天象四卷，地形三卷，律历二卷，礼乐四卷，时货一卷，刑罚一卷，明征二卷，官事二卷，事老一卷，凡二十卷，续于纪传，合一百三十卷，分为十二志，其始三十五例，二十五序，九十四论，前后二表一，起焉。所引史官孔其灵逼，为取学留先相依附者，房延佑、新元直，虽重让虽素设招位，并非史才。刁柔、裴昂之以如夜见之，全不堪编辑。高孝干以左道求进，
修使诸人祖宗因妻多被疏禄，是以美言，收性颇急，不甚能平，素有怨者，多为其善。美言，何物小字，敢共未收作色，举之则使上天，按之当使入地。初，收在神武时为太常少卿，修国史，得杨修之助，因谢修之曰：“吾以谢德，当为卿作家传。”修之复故，未仕为北平太守，以贪虐为中尉李平所弹获罪，在未起居住。收书云：“故为北平甚有惠政，做公事免官。”又云：“李平身相敬重，尔朱荣于未为贼，收以高士出自尔朱，且纳荣子金，故减其恶而增其善。”论云：“若修得一之风，则韩、彭、伊、霍、夫何足数？”时论纪言收注使不平，文宣诏收于尚书省与朱家子孙共家论讨，前后投诉百有余人，云疑其家世职位，或云其家不见记录，或云望有非悔，收皆随状答之。范阳卢飞复同复出祖祖玄传下，顿丘李树家传称其本是梁国蒙人。飞树基亦云：“史书不直，收性急，不胜其愤，岂污其欲家图害？”帝大怒，亲自诘责。匪曰：“臣父是魏，魏至仪同，功业显著，名闻天下，与收无亲，遂不立传。柏林崔绰未止本郡公曹，更无事迹，是收外亲，乃为传首。”收曰：“绰虽无位，名亦可嘉，所以何传？”帝曰：“卿何由知其好人？”收曰：“高允曾为绰赞，称有道德。”帝曰：“司空才是，为人作赞，正应称扬，亦如亲为人作文章，道其好者岂能皆识？”收无以对，战立而已。但帝先重收才，不欲加罪。时太原王松年议谤使，及匪数病获罪，各被鞭配甲房，或因已致死。卢思道亦抵罪，然有以群口沸腾，赤未时且勿施行，令群官博弈，听有家事者入蜀，不识者陈蝶。于是众口喧然，号为会使，投蝶者相次。收无以抗之，使左仆射杨殷，右仆射高德正二人是清朝也，与收皆亲。收遂为其家并作传，二人不欲言使不实，亦色素辞。中文宣誓更不重论。又尚书陆操常谓殷曰：“双引号，未收未书可谓博物宏才，有大功于魏氏。”殷未收曰：“此魏不堪之书，传之万古，但恨论及朱家之业亲殷，过为繁碎，与旧时体力不同耳。”收曰：“往殷中原丧乱，人事普迭，一意略尽，是以据书其之流，望公关过之人，以免由责。”八年夏，除太子少傅，兼国史、副参议律令。三台城，文宣曰：“台城须有赋，殷先以告收。”收上皇居新殿台赋，其文甚壮丽，使所作者自行少以下贤不待焉。收上赋前数日乃告少，少后告人曰：“收甚恶人，不早言之。帝曾游东山，敕收作诏，宣扬威德，譬喻关西，俄请而泣，此礼宏壮，
帝对百僚大皆赏之，仍兼太子詹氏，收取其旧女崔昂之妹，产一女无子，为太常留封孙女，中书郎崔启师女，夫家作事，帝并赐收为妻。时人比之甲充至左右夫人，然无子，后病甚，恐身后敌应不平，乃奉二姬，急急抽追忆，坐怀离父以身意。文宣美以酣宴之赐，云：太子幸诺，宗社事重，终当传位长山。收魏阳音曰：古人云，太子国之根本，不可动摇。至尊三绝后，美言传位长山，令臣下一二，若实，便须绝行。此言若系，未收祭舔师傅，正当守之以死，但恐国家不安，因以收言白于帝。自此便止，帝数宴喜，收美御侍从。皇太子知纳正良帝也，有司被设牢传，帝既酣饮，起而自悔复之，仍召收曰：知我意不？收曰：臣愚未尝帝既东宫之妾，礼不虚劳，仰为盛怀，原此悔去。帝大笑，握收手曰：卿知我意，安得王延宗纳赵俊李祖收女为妃？后帝姓李宅燕，而非母宋氏建二。十六余帝前，问诸人莫知其意，帝投之。收曰：十六房中多子，王新婚，非母育子孙众多。帝大喜，召收卿还将来，仍赐收美锦二匹。十年，除仪同三司。帝在宴席，口斥以为中书监，命众书郎李殷于树下造诏，因以收一代圣才，难于率耳，久而未弃。彼成，帝以罪醒，遂不重言，因仍不奏。事敬寝，及帝崩于晋阳，亦诏收集中山太守杨修之参议及兄之礼，并掌诏告，仍除侍中，迁太常卿、文宣事及庙号、灵明，皆收益也。及孝昭居中宰事，命收晋中尉朱兆文，积日不出，转中书监。黄建元年，除监侍中，又光禄大夫，仍仪同监使，收先父王新史良，不相携目，时新帝西亲逆，而孝昭别令杨修之监中书，在晋阳典诏告，收留在业，盖西所为，收大不平。为太子舍人卢寻祖曰：若使卿作文告，我亦不言。又除祖挺为著作郎，欲以代收，司空主不理著，文辞是也。闻而告人曰：诏告西归杨子烈，著作父前祖孝征。文使顿失，恐魏公发备，于时召一二王三客，收执王肃、杜预义、以元、司马氏为二王，通曹备三客，召诸理学之官，皆执政玄五代之意。孝昭后姓元，亦客不欲广集，故意从收。又除兼太子少傅，解释中，帝以未始未行，诏收更加严审，收奉诏，颇有改正。即诏行未始，收以为直至密阁，外人无由的见。于是命送一本副兵省，一本副腋下，任人写之。大宁元年，加开府，和清二年，兼右仆射，使武成酣饮终日。朝侍专委侍中高元海，元海繁庸，不堪大任，以收财名震俗。都官尚书毕义云长于断歌，乃虚心倚仗，
收未必不能匡救，为义者所讥。帝于华林别起玄州院，备山水台观之力，赵于阁上画收，其见众如此，使收比温子升、邢绍稍为后进。绍既被输出，子升以罪忧死，收遂大被任用，独不一时，议论更相子毁，各有朋党。收每亦漏行少文，少又云：江南任访，文体本书，未收非直模拟，亦大偷窃。收文乃曰：依常与沈约集中作贼，何意道我偷任访？任沈具有重名，行为各有所好。武平中，黄门郎言之推以二公议问仆射祖挺。挺答曰：践行谓之赃匹，即是任沈之优劣。收以温子升全不作赋，行虽有一两首，又非所长。常云会须作赋，使成大才士，唯以张表卑至自许。此外更同儿戏。自武定二年以后，国家大事诏命，军国文辞皆收所作，没有紧急，受诏立成，或时中使催促。收笔下有同素构，敏素之功，行温所不待，其参议典礼与行相列，继而赵郡公增年豁免，收之而过之，事发除名。其年又以托付臣史封孝衍，迭令其门客与行遇昆仑博志，得其获。郭然入表，每遇营池等数十件，罪当留，以赎论。三年，起除清都尹，寻遣黄门郎袁文尧斥收曰：清旧人，是我家醉酒，前者之罪，情在可恕，彼令亲为尹，非为美寿，但出其亲，斟酌如此，朕岂可用卿之才而忘卿身？待至十月，当还卿开府。天统元年，除左光禄大夫。二年，行齐州刺史，寻为真。收以子侄少年，身以戒力，助枕中篇。其词曰：吾曾览管子之书。其言曰：任之重者莫如身，图之味者莫如口，期之远者莫如年。以重任行，未图至远期，为君子为能及矣。追而未之，喟然长息。若夫阅历为重，有前代而不清，山藏称故，亦屈赋而浮亭，吕梁独俊，能行歌而匪替，交元作险，或积种而不精，久该方及，故渺然而逊举，武技当定，想咬呼而上征。既任重也有度，则任之而欲固，成威也有数，盖成之而米序，比期远而能通，果应之而可避，岂神理之独耳？一人视其如一，呜呼！处天壤之间，劳死生之地，攻之以势欲，牵之以名利，良肉不欺而共真，珠玉无足而俱至。于是呼交奢仍坐，威王玄志，然则上之大贤，为己为折，或出或处，不长其节。其书也既是成物，其卷也生消寂灭，玉帛子女，娇兰绿缕，产于无所先，称肉度骨，高唇挑舌，愿恶莫之前，勋名共山河同酒，置业与金石比肩，思盖后动不饶，游刃花然，待于觉得不长，丧其金仆，持物人事，鼓动流俗，挟汤日而未寒，包西鹤而未足，缘不清而流浊，
表不端而迎取，嗟乎！娇妻俱奸，寒暑甚促，反利而成害，化荣而救辱。新妻更来，的丧仍续，至有身欲痴寐，浑审必欲，俱非足力不强。泥在当局，孰可为车借前倾？人师先觉，闻诸君子雅道之士，尤敖经术，艳遇文史，笔有奇风，谈有胜理，孝悌之志，神明通矣。审道而行，量路而止，自我及物，先人后己，情无系于荣粹，心拟至于运喜，不仰望于丘壑，不待驾于城市，言行相顾，慎终有始，有益于斯，欲为与仪，客居展示，知无不为，或左或右，则毛氏优夷，无悔无吝，故高而不威，亦乎永进忘退，既得患失，涉千金之产，邀万中之志，投烈风之门，去炎火之势，再绝而坠其一焰，或蹲乃丧其贞极，可不畏于，可不戒于，门有以祸，事不可不密，强有伏寇，言不可而失，一地其言，一端其行，言之不善，行之不正，诡执强梁，人求敬亭，忧夺其魄，民邀其命，不服非法，不行非道，功鼎为己信，私欲非身宝，过孽为干，与兰作清，持绳视直，治水观平，食然后取，未若无欲，知止知足，庶免于辱，是以为必察其己，举必慎于危，知己虑危，思亡则息，既察且慎，福禄攸归，西渠愿食四时，九非言子己三月不为，愧不无已，至于千里，复一愧尽，及于万仞，故云行远自耳，登高自卑，可大可久，与世推移，月满如归，后夜则亏，仅容于之，望木而萎，夫兮易而非损，孰有损而不害？益不欲多，利不欲大，为居德者畏其甚，体真者惧其大，道尊则群谤极，任重而众怨会，其达也则泥覆七皇，其中也而周公狼狈，无曰人之我侠，在我不可而复，无曰人之我后，在我不可而救，如山之大，无不有也，如谷之虚，无不受也，能刚能柔，众可复也，能信能顺，贤可走也，能知能愚，妻可久也，周庙之人，三缄其口，漏之在前，妻弃留后，比诸来意，传之作右，其后群臣多言未始不实，五成复斥更审，收右回患，遂为卢同逆传，崔绰反更复出，杨殷家传，本云有未以来一门而已，至是改此八字，又先云弘农华阴人，乃改字云弘农以配王惠龙字云太原人，此其师也。寻除开府，中书监，武成崩，未发丧，在内诸公以后主即位有年，宜于赦令，诸公引收访焉，收故职以有恩，则乃从之，掌诏告，除尚书右仆射，总议监无礼事，未特进，收奏请赵彦深，何事开，徐之才共监，先以告示开，示开经此以不学，收曰，天下事皆由王，无礼非王不绝，示开谢而许之，多引文士令执笔，儒者马敬德
雄安生，全会始主之。武平三年薨，赠司空、尚书左仆射，仕文珍，有集七十卷，收硕学大才，然性贬，不能达命体道，见当涂贵游，每以色相悦，然体讲后辈，以名行为先，浮华清显之徒，虽有才能，服众也。初，河间行子才，及季景与收并以文章显，世称大行小尉，言游俊也。收少子才十岁，子才美曰：佛助辽人之伟。后收稍与子才争名，文宣贬子才曰：尔才不及未收。收亦得志，自叙云：先称温行，后曰行未，然收内陋行，心不许也。收既轻疾，好声乐，善胡舞。文宣末，戍于东山，与朱幽为猕猴与狗斗，帝宠遐之。收外兄伯陵崔延长以双生朝收曰：与未衰收。收答曰：炎炎兴寿，是谁所生？羊以狗夹，头团鼻平，饭房玲珑，住孔朝丁，其便捷，不拘若是，纪元十笔，多汉于人。其王之岁，收种备发，弃其骨于外，先养弟子人表为嗣，位至尚书善部郎中，随开皇中，卒于温县令。论编辑论曰：博其少颇书放，不拘行简，及折节读书，欲为伟器，学博筋骨，才极从横，体悟之旨，尤为富善，足以入相如之事，由尼父之门，乐成未及，追从班马，婉而有责，烦而不无，持论序言，勾深致远，但亦存实录，豪抵阴私，道于亲故之家，亦无所说，不平之意，见于私矣。王松年、李树等病，论政家门，未为谤议，遂平复十载，鼓动淫行，树因鞭挞而终，此公之失德。